丰田长期熬夜，追剧后失眠一阵子了，哪种方式可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呢？一、睡前洗个热水澡。二、运动夜跑。三、穿袜子睡觉。那我们直接请吴医师。我先讲一下一好了，一的确很多人会这样做，那的确热水澡洗的会放松，没有错，但是不会那么快。对。第二个，夜间运动也不行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我们讲肾上腺素会分泌，所以其实人反而也会兴奋，所以可以运动，但是一定要隔两三个小时以上，所以我选三，那三是让你的这个循环好一点，你的脚觉得比较温暖，会比较放松，那其实会睡觉会好一些。哦，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三，穿袜子睡觉，太棒了，答对了耶。